有的人看完我的视频没有点赞就离开了，而有的人没有看完就给了我一个赞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随手一个赞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如果您看到这个视频，给我一个宝贵的双击支持一下可以吗？停，别动啊，手指头别往下滑，听完的啊。我什么也不会，唱歌跳舞什么都不会，我就让你给我点个赞好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啊，咱俩朋友能处到哪儿就看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点个赞行吗？求你了。停，别动啊，手指。别看我是农民，我看人可准了，我一看你就是个好人，所以跟你拦下来了。你先别走了，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。你这个人呢，不但心好还心善，老天爷都会照顾你的，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啊，观音菩萨都会保佑你的。第一，保佑你发财；第二，八年三十的年门啊，团团圆圆的祝福啊，迎着家宴笑声飘来，笑着回到童年时代。大年初一的年门啊，喷起小曲儿唠唠嗑儿，强。打开视频，你别走，送你一个好兆头。好的来，坏的走；健康来，疾病走；快乐来，烦恼走。你不信呐？不信你点个红心试一试，评论点赞，保证你心想事成都如愿。打开视频，你别走，送你一个好兆头。好的来，坏的走。打开视频，你别走。送你一个好兆头。